早哦，大家当真侪台湾的新闻台拢直接伫新闻中来报上中国南电视台，我是歌手的比赛哦。今仔早起都学者好友讲，这种做法更是适当 ，NCC 必须要调查好清楚。去年几年，中国地方政府来台湾的参访团有十外个。台大新闻研究所统计国内四大报的报道，联合报甲中国时报新闻上侪有59到49篇。分析每一报的内容，发现中国时报新闻专业指标分数上低。中国时报跟联合报的报道，它的新闻来源非常的单一，它的这个整个新闻的呈现是非常的正面，它甚至就是说几乎是只有参访团，单方的。这些官员也好，或是我们接待方的这些官员也好的说法。张景华指出，最近几年中国用钱买新闻的状况真严重，已经到影响国家安全的地步，一定要重视和检讨。我是歌手总决赛，彭佳慧跟顺子已经登场，带你来看。12号暗时，中国欧兰卫视《我是歌手》总决赛，因为有杨宗纬、林志炫、彭佳慧这些台湾歌手，引起台湾新闻台重视。也不过，所有新闻台用直播的方式来放送，引起议论。新闻里头应该是报道公众所关心的事物跟公共利益有关的事情，可是却被一个大陆的综艺性节目占据了大部分的版面。这个从几个角度，从新闻专业角度来讲，这些台的新闻专业都已经不够了。他的那个幅度如果过长，那个就跟之前妈妈嘴那样，就是说属于要智力的问题吧。他是不是一个小时的新闻放了太多的一个篇幅在某一个地方？这个我们再一并了解。新闻台直播，我是歌手的做法，敢会想超过，或者是实现节目的广告化 ？NCC 表示，后礼拜一会把所有录到的画面调出来看，才会使进行后续的了解。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。